一个字母 A。卖食物性的东西的时候，哦，他商家有商家的数据。我已经拍完了。除尘螨，居家除尘螨的来我家里就是处理我的床。这个根本就没有要的意思。今天来到为主意当招待，招待小姐姐。这支影片呢是由 Ana Luisa 的赞助，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次的新品。可以看到我是耳朵上戴的跟我脖子上戴的项链。那 Ana Luisa 他们家的饰品呢都是用回收黄金制成，所以质量都非常非常的好。以往在我之前的很多影片里面都有佩戴他们家的饰品，也介绍过他们家的饰品。那这一次呢就是刚好是在一个母亲节的活动，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他们家的饰品有兴趣的话，真的要把握这次母亲节的优惠折扣，最高可以有6折。真的就是除了买给自己当礼物之外，你也可以买给好姐妹啊、妈妈啊或者是朋友啊送一些礼物，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那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呢我所佩戴的。那耳环的部分呢是做这样子圆形小小的这一种，它的扣环非常方便，它没有另外的耳扣，它就是直接扣起来，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的耳扣会不见，而且这样子呢靠上去非常非常的牢固。那这个呢做的是一个圆圈形状，那上面是用这种比较菱格纹的华丽的雕刻做成的，整体呢非常有分量感，不用怕说它小小的可是却很有存在感，而且这一次不会卡我的耳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再来呢是我脖子上面的项链，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真的非常喜欢用迭代的方式佩戴 Ana Luisa 他们家的饰品，因为我觉得迭代呢除了创造一些比较多层次的感觉之外呢，也可以运用在非常多不同的风格上面。像我这次呢是佩戴他们家的这个比较粗的链子，这条链子它做得非常精细，你隐约看就是会有透出那种闪闪像 Kira Kira 那样子的光泽，可是呢单戴的话呢你却有拥有这一种比较优雅的感觉。我觉得这条项链呢不管是单戴还是搭配都非常的好看。再来另外一条项链呢，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到是一个字母 A？ 没错，这就是他们家的字母项链。那字母项链呢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拿来送礼，你就可以挑选就是对方英文名字的开头啊作为一个代表送他这样的项链，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那你看我这样子搭配起来一整组的，我觉得很好看。那如果大家对于他们家饰品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把握一下这次的优惠折扣时间。那详细的优惠折扣以及连接呢我都会放在底下资讯栏，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开来看一下哦。记录一下今天的 OOTD， 我要赶快出门了。就是这样子，内搭是 MQ 的，外套是 Wear to E 的，就这样。裤子的话是哎，我再标上去给大家，我要赶快出门了。商家
说，我今天整个睡太晚，我这几天都很晚睡，我过得有点像是美国时间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要去买我的晚餐，不，我要去买我的午餐，现在是2:30左右。然后我等下3:00呢会有那个除尘螨，居家除尘螨的来我家里，就是处理我的床，我就先去吃饭，因为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人家就要来了。好，就这样。不用，好不好？好可怕、啊！相机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不了机，然后开机到一半又关不了。好，我现在呢要出发去做水飞梭，今天行程有点满，然后做完水飞梭之后我就要去运动，对，所以今天有点忙碌，然后我现在有点赶着要出门。沙的这种感觉，红红的，但不会痛，就是微出沙。但是呢，看得出来脸非常的干净，然后刚就休息一下。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是用一支力。让我来到这里了，要来运动了。来，我们现在很简单，我们还有40秒钟。对，想回去追剧了。哦，这个根本就没有想要运动。哎呦！来，四、三。一 ，OK。好累，好累。今天来到威尔图一当招待小姐姐，看不到我吧？我是神秘人物，只闻其声。我刚刚已经先拍好影片了，看不到我的灵活下半身。对，我现在自由了，自由。恭喜！这是我的 OOTD。哎、欸，好可爱哦！那你上衣没有穿反吗？没有吧，我没穿反吧？对啊，它的缝线在外面。哦、是啊、哦。对。上衣的话是摩拜的味，然后这个跟那个都是 friend， 然后这个是招待新的裤子，然后这个的话是我突然忘了，我反正我再打在旁边好不好，大家再看一下。是
喝这个什么口味？手炒焦糖金沙奶茶维康威冰。啊，这是不是我们上次那个？可以看到整支影片 vlog 里面所佩戴的饰品都是来自 Ana Luisa 他们家的。那如果对于我今天介绍的饰品啊、佩戴的项链以及我影片中所有佩戴的饰品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开影片底下的资讯栏，里面都有详细的优惠资讯以及连结提供给大家哦。那今天的 vlog 差不多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